怎么说，写不出第三本。第一本书是为了纪念告白，第二本书为了纪念失恋，第三本好像也没什么好纪念的，就文思枯竭写不出来了。你说我这笔名是不是应该换掉？ 会找到的。亲爱的，饭后想来点什么？蛋糕、水果，还是努力开心的我？只有你能精准掌握。 他做事的时候会把衬衫的袖子卷到手肘。好，这样总共1500。结账的时候不用计算机，而是心算。他习惯用铅笔。 拿笔的姿势，很好看。二人，你们先把这些东西拿回来，不要偷懒。只能照着我指定的这几间店买。好，没问题。他对料理很有自己的想法，不过大多时候只需要动动嘴就好。 哦，对了，他也很喜欢拍照。不知道透过那个观景窗看到的是什么。